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金阳的父亲为我们致辞。让这小子马上立刻给我消失。叔叔，当姑娘跟他处对象，这不走岔道了吗？这头一回见面，你别针对人家小曼。一会儿你跟姑娘一辆车，我跟他一辆车，我跟他好好唠唠。婉儿啊，晕车吗？对啊。好。他老是不敢正面面对我。正面面对你，你给我开个正脸，先脸小的。叔叔，你慢点。我也不知道您喜欢点啥，我就买点东西。别笑。你这是给我送礼呀、啊，还是想让我生活不能自理呀、啊？叔叔，要不我开吧？怎么了？想哄买我呀、啊？怎么开的车呀？你们俩？你怎么这么冒失？哎，小东来了！你怎么又惹事儿啊？哎！海哥，你没事吧？被他冲冒险了？没事，叔叔，该从正面了。